手三周，接后外点兵三周跳。跳跃的高度和远度非常好。户内点兵三周，接后外点兵两周，完成的很轻松。后外三周，后内三周，跳进入的换足联合旋转，配合着音乐的变化，勾手三周，整体动作完成质量非常好。后内点兵三周，阿克西尔两周，接阿克塞尔两周，接后外点兵两周，换足燕式旋转，运动员现在配合着音乐旋律的变化，正在完成的是接续步动作。运用捻转步、勾手步、括弧步等难度步法组成接续步的动作。换足联合旋转，韩文宝完成了他的自由滑节目，整套节目非常完整，跳跃动作没有出现失误。